那个，弱的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欢迎订阅武秋风的频道。鬼鬼这一段不要剪掉。今天武秋风的所有粉丝都要记得来订鬼鬼的频道，没问题，这样比较赚。好喂，蓝空咖啡，黑风马哥，蓝空咖啡。你的大甲 CP 高吗？700多而已，所以你就不抓，对不对？不抓。1100，哎，要不要抓？我抓了，因为我的宝贝球太多了。我也抓一下。不抓。我现在已经是四大甲如鼻涕了，怎么办？不抓。大甲太多了，在台湾。我觉得应该是台北，我在其他地方其实还好。台中也很，台中也一堆。台中也一堆哦。嗯。松烟，好像没有特别的东西耶。再往里面走吧，看。走吧。好像大家都在这边做文艺活动的，所以都没有神闪。对啊，闪化的地方比较少。可是它点很多哎。我前面有一个感觉，可以一次拿到4个哎。那个湖边对不对？那边过去吗？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个湖边可以过去。好、oh. 穿山鼠。哇，很多人呢。哇塞，真的很多人。这里是四个点。这里就是中国大家的。三四个点的地方。哇，这有一个海狗棒棒叫，海狗棒棒叫就是它。棒棒叫。哇，又是大甲，又是大，又是五，哎，是592，刚刚那一只，哎，算了。又出来，而且他好像更近了，他比刚刚更近，更靠近我。赶快抓我！不要，不要，走开，大家走开。没有条纹，为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女石像要有条纹？那个有一个该抓了，钓鱼大师。哪里？来吧，前面。我还没看到，还没想。十 CP， 等级一。等级一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鲤鱼王，哇，他已经钓到了进化两分之了，糖果，我现在要累积好快，好像快1000了，我现在328个，111，差一点，哎，那继续钓啊，继续钓，待在湖边钓鱼啊，哎呦，有，偷看。什么蛋？什么蛋？催眠魔。然后往前走。那边。OK。我们纪念馆在这里。哇哦，那个公园哦。OK。对对对对，就在这里。哦，看到了哦，好大哦，好花，好多花。那里才是圣地。就是那。这里只是前菜而已。前菜吗？哈哈哈。纪念馆的人明显的比松烟的更热衷在抓宝。超多人，超多人，对，超多人。第一次来到国父纪念馆，居然是要来抓皮卡丘。我有来这边看过101烟火啊。我觉得，皮卡丘最有挑战的。皮卡丘，有一个大蛇哦，大蛇背我还没抓过哎，我发现我还没抓过大蛇背，我的图鉴还是暗的，对啊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快靠近了，越来越近。越来越近，应该感觉右上角那个湖，感觉有点希望。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好啊，好啊，走过去。多，哇，人都在这里啊！神奇宝贝训练师都在这里啊！还没遇到。在那个樱花区，好多个挤在一起。
完美遇到。哎，我点到螃蟹了。哈哈。哎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一个比较重要，接近位比较重要，对，接近位比较重要。然后转个方向，而且它是白色的，就是不是被樱花吸引过来的，所以原本就有。我点，我点，我点。换个超级球好了。真的有接近龟，四八一哦，点到了，点到了，不错，高，太多了，太多只在一起了，好、哦，敲到他的头了，敲到他的头了，接近龟头 ，nice， 有了 ，A 八就中吗？没有，跳出来了，我中你，它是红色的圈 ，OK， 接近龟，哇，走吧，走啊，走看看，前面还是在第一顺位，嗯，我在第二。我两只螃蟹叠在一起，好可爱，好夸张哦！两只螃蟹叠在一起，同个方向，很好笑。101，这里好空旷哦，是看101烟火的好地方哎，感觉跨年这里就会塞满人。太秀！大蛇背一直说我很近，大蛇背一直还在。对啊，很怕它跑掉。只有喇叭牙，可恶。所剩时间不多了、欸，感觉上，我还有那个呆呆兽，呆呆兽，还有小拉达。照理讲，有大蛇会有呆呆兽，会进化什么？呆壳兽对不对？呆河马，就咬下去就变身了。它尾巴是海螺哎、欸，咬下去的瞬间就变海螺，贝壳变海螺。对对。喂，在前面。出来了吗？我出来了。那你哎、欸，有看到了，在前面那个站点啊。终于。终于啊！徒步今天晚上要走一圈了。我第一只大蛇背51。因为我有177。51。他那边舔舌头，可恶。大蛇背。有抓到哩。第一只，耶！今天只有加500了，终于开图鉴。哇、哦，好喂，好喂！哎、欸，我弹药孵出来了。好丑。哎，可以进化成很漂亮的八大虎。很多只，很多只，很多只，都怎么样是被吸引来，怎么样是自己本能？就是它，对，那个角色它下面会有圈圈冒出来，如果那个圈圈是粉红色的话，就是樱花吸引来的；白色的话，就是它原本就是在这里。细节哦。对啊，不仔细看，没有放大看，真的还看不太出来。这是皮卡丘呢？皮卡丘难道已经被改掉了吗？蹲点在那边蹲。皮卡丘纪念馆呢？没有皮卡丘纪念馆，传说中的皮卡丘纪念馆皮卡丘纪念馆，不要放弃啊！我们才刚来不到15分钟，你就让人家出一只，太为难人家了。可是我们也差不多要准备走了。很早抓到皮卡丘，这个完全一只都没有皮卡丘哎、欸，影子都没有了。照理讲，被人家公认这里有一个皮卡丘点，应该是真的。对啊。但是我们已经在里面，应该整个园区的点应该都可以感应到。糟糕，连个影子都没出现的话，应该就是没有了吧？我们的皮卡丘纪念堂失败了。皮卡丘。